远道而嚟嘅名贵海鲜，今次煮嘅系西班牙红虾，用中式煮法好好服侍，花雕醉虾粉丝炒，完美体验嘥料嘅相反词。你哋呢个仲要唔要啊？你食咯，有嘢食噶，好味喎，个虾咧好好食啊！真系煮得好好，嘥料最后一集，今晚10:30 ，Feel TV。